新州电子报主办的新剧本微电影故事创作比赛，鼓励年轻人如果有梦想，如果有创意，而且可以感动人的故事写成剧本的话，那就别再犹豫了，赶紧把握时间，在10月9号前，在指定的网址投上您的稿。新剧本微电影故事创作比赛，等你来参加。